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优，是个很喜欢舞台，也很喜欢你们的女孩。虽然说喜欢舞台，可是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不少舞台都取消了，让我非常的难过。所以呀，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疫情吧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到目前为止，全球已经有715万的确诊了，真的是非常恐怖。在这之中，台湾共有443人确诊，7人死亡，431人康复。而且在6月12日，台湾已经连续60天本土零确诊了。我们给所有为了防疫努力的人们一个掌声，辛苦大家了。但是我们还不能松懈，就让我来跟你们说五个防疫小事项吧。一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。二、少去医院等人多场所。三、勤洗手，确保双手保持干净。四、搭乘大众运输全程戴口罩。五、生病速就医，不上班不上课。大家都记住了吗？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舞台，对吧？现在我要自己创造一个舞台，各位一起动起来，和我一起吧！不要克制的病再次问候，我们是坚强的伙伴。确诊或死亡，数字都不曾停摆，因为拥有爱。也许人生注定经历摧残，但会努力振作起来。口罩的地图，消毒水永远存在，病毒排除在外。比自助还要简单，把口罩戴起来，戴起来。在家隔离自己嗨，勤洗手，洗起来，洗起来。社交距离不能忘记。想继续听下去吗？那一定要保重身体，好好照顾自己哦。我是最喜欢舞台，最喜欢你们的小优。下次欢迎再来听我唱下去哦。大家再见，马德明。